11月11日，黄圣依亮相南京参加某品牌剪彩仪式，现场人气爆棚。黄圣依编着辫子，身穿轻薄的露背纱裙，笑语嫣然，仙气十足。黄圣依产后复出身材，颜值、皮肤都还像少女一般，十分令人羡慕。她身穿露背装，现场人气爆棚，不少粉丝拿出手机拍照。之前黄圣依亮相北京某录影棚录新歌，产后复出的她侧颜纱，展白皙娇嫩皮肤，颜值在线，少女感十足。简洁无袖连衣裙尽显成熟女人干练气质，和工作人员交流时面带微笑，十分温暖亲切。33岁的内地女星黄圣依与富商杨子育有一子，今年1月再添一子。产后归来的辣妈黄圣依9月24号宣布签约新娱乐公司，获老公杨子现身力挺。黄圣依十分感谢她和孩子的支持，她表示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必经之路，现在重返工作是为了和大儿子有更多内容的交流，给孩子做榜样。她说儿子是她非常好的朋友，沟通零障碍，能够理解她。问到之后是否还会和老公杨子共同出演影视剧，黄圣依表示看市场的需求，如果大家想看，他会去说服老公。他本人称接下来会先出音乐作品，内容为自己在国外陪伴孩子时的感悟，也有写给孩子的歌。